今天我的家人带我来 Dartmoore 国家公园，这边有一个水库，然后我们在水库的附近走这个步道，真的很漂亮耶，让我想到魔法公主这部动画。我觉得在台湾我们有很多山，但是我们没有很多这种很辽阔的风景，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很特别。那天的风好大，没有戴帽子，头有点痛。在路上也看到很多脸是黑色的小羊，还有一些野生的马，我觉得好酷。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一个小镇，叫做 Tavistock。 我觉得英国的小镇都好美哦。隔天早上我吃这个英式早餐，这个是素的哦，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回家以后就自己做司康，用这种瓦斯炉烤出来的司康真的是超好吃的，你看漂不漂亮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加这种特别的鲜奶油跟草莓果酱，超级好吃。我自己比较喜欢鲜奶油先放，然后再草莓果酱，当然还要搭配一杯好喝的奶茶。下午呢，我去我们家附近散步，天气很棒，然后看看这些花花草草，心情就非常好。耶、yeah, 我抓到一个蒲公英的种子，这是幸运的象征，送给大家。这几天过得超级充实的，非常感谢家人带我出去走走。好啦，明天见。